大家好，我是景龙，我现在在拍的电影是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，希望大家会支持这部电影。我常做演员是因为我觉得演戏蛮有趣，很有意思。我本来是一个模特，那因为做模特的工作，我是天天在相机前面，但那个就是摆 pose， 有帅气的样子，有点简单，所以我想开始做演戏。这部电影里面我的角色是叫吴克，吴克 Matthews， 然后他是一个从出生的时候他有被领养到加拿大，他长大的时候有回来中国，因为他想找到他妈妈跟妹妹。吴克在里面他很会大家，是真的，他应该从小他没有学过，但因为他的生活是很危险，他就是自然有学这么大这么保护他自己的。我私底下其实我也喜欢练拳击或是泰国拳，但我不是很暴力的人。我觉得温馨是很适合演恩彩，其实他私底下是蛮像恩彩的，所以跟他演戏是蛮好玩，他的演法是很可爱，那好像不是假装可爱，就是他真的是可爱。他是一个小可爱男孩，但也算是我的朋友，我们觉得蛮熟的，就是在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是很舒服，没有好像他是老板的感觉，就是我们上同一个就有问题可以直接跟他说，然后他会帮助我，就是。我们拍戏的时候有一些天是零度16或者18，对，然后我们穿的衣服真的没有那么多，其实温馨穿的衣服比我小，我还可以穿长袖长裤，但他有穿短袖短裤，然后他有说 action 的时候，我们就会 action action， 看，发动，所以我们都是用那个暖宝宝，所以我拍戏的时候我会贴12个，6个在前面，6个在后面。还是很冷，就是我们都有穿那个大蓝色的外套，军大衣，那个，哇，那个好棒，它们很温暖，真的。我不是因为做模特有很好的身材，或本来就有很好的身材，所以有机会可以做模特，那个就是因为是为了我的生活。我真的相信健康的生活是最重要，有钱有工作，但没有健康那有什么用？有会开心吗？应该不会的，所以生活是最重要，所以如果你要看起来有健康的样子，你真的需要有健康的生活。我自己不会说我是一个 sunshine boy， 但是我有听过蛮多次，像 sunshine boy， 所以如果问别人的，他们应该说你是 sunshine boy。爸爸妈妈，我知道是很久没回家，然后我不常回家，对不起，我爱你们。